樱花奇遇又会礼包，一上线就有这个。今天呢，哇靠，真的出来了吗？哇，爷爷的农场，哇，太夸张了吧！哎，真的有新活动了耶！哇，太夸张了吧！哇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因为其实我有懒得，我其实有点懒得解这个耶。啊，因为解这个是限时的，我们的主线怎么办？我觉得比较注重主线呢。不要吵啦！诶，他这边还有咖啡厅啊！现在每个游戏都要来个喇叭机就对了，放我自由吧你！闭嘴啊！怎么回去？可是现实的，现实的有什么屁用？诶，可是我们这个很像也是现实的哦。哎呀，我不管啦，反正至少它可以弄下去啊。粗 茶淡饭，你是在烤？下面那个，好好玩呢、还有吗？几点？我们今天玩了好久。铁太多了呗，没办法，一直刮下去就那个啦，一直刮下去，不知不觉就升了。